镇江是一座底蕴深厚、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有3000多年文字记载的悠久历史，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既有甘露寺刘备招亲、白娘子水漫金山等美丽传说，又有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历代文人墨客在镇江留下的名篇佳句。镇江三山风景名胜区由金山风景区、焦山风景区、北固山风景区组成，地处江苏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南岸，具有真山真水的独特风貌，现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金山以绮丽著称，似与金碧辉煌，一塔拔地而起，直指云天。无论近观远眺，总见寺而不见山，故有金山四果山的说法。金山寺有许多历史典故与动人传说，如白蛇传、水漫金山、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妙高台苏东坡赏月起舞等故事，都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金山公园大门牌楼背面高悬“雄跨东南200州”匾额，楹联为“黄兰碧地江城路，古塔擎天四果山”。一般寺庙的山门都是朝南开的，而金山寺的山门面朝正西。传说金山寺原先大门也是坐北朝南，因山门直对天上的南天门屡遭大火，于是改成朝西的门向。但这毕竟只是传说，真实原因是因古代金山屹立在扬子江心，游人透过朝西山门放眼望去，便见浩渺大江奔腾而下，正和大江东去，群山西来的诗意，也是建筑师的独具匠心所在吧。清代皇帝康熙、乾隆多次南巡，驻跸金山，留下不少御制文物。金山寺山门上悬挂着一块江天禅寺的匾额，就是康熙御笔。江天禅寺始建于东晋元帝大兴年间，约公元320年，唐时通称金山寺，清康熙南巡时赐名江天禅寺。金山寺是一座规模宏大又四海闻名的禅宗古刹，
全盛时有僧侣数以万计。金山寺是中国佛教诵经设斋、礼佛拜忏和追荐亡灵的水陆法会的发源地。金山寺大雄宝殿历经磨难，七毁八建。现在的大雄宝殿于1989年10月建成，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殿名。金色的琉璃屋面，黄墙红柱，汉白玉栏杆，气势恢宏而庄重。进入大殿，正中三尊金身佛像并列而坐，分别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和阿弥陀佛。两旁是十八罗汉，形象高大，栩栩如生，俯视着南来北往的香客游人。佛像后面是海岛群宿，正中为观音菩萨。抬头看房檐顶正中间有个圆镜，这是金山寺的开光宝镜，是一个直径为99厘米的纯铜凸面镜，从圆镜中可以看到整个金山寺。在宝镜的下方有5个大字：度一切苦厄。慈寿塔又名金山塔，创建于1400余年前的齐梁。塔高30米。唐宋有双塔，宋朝叫建慈塔、建寿塔。1472年，日本画家雪舟等洋登游金山，曾绘大唐扬子江心金山龙游禅寺之图。双塔后毁于火，倒塌后，明代重建一塔，取名慈寿塔。慈寿塔玲珑秀丽挺拔，矗立于金山之巅，和整个金山及金山寺配合得恰到好处，仿佛把金山都拔高了。宋代王安石诗云：数重楼枕层层叫，四壁窗开面面风。忽见鸟飞平地上，始惊身在半空中。法海洞又名湄公洞、头陀岩，在慈寿塔下侧的悬崖上。相传是金山寺开山祖师法海和尚来到金山时修行的地方。现洞中塑有法海塑像一尊。在神话故事《白蛇传》中，法海是一个阻挠破坏美满婚姻的恶僧，
可真实史料中，他却是位有德行的高僧。法海姓裴，他父亲裴修是唐朝宣宗皇帝的宰相，他出家到江西庐山，取名法海，在庐山学道参禅，一心修炼，后来到镇江金山，那时寺宇荒废，荆棘丛生，还有蟒蛇为害，他就找到山上西北角的这个岩洞，住在洞里参禅打坐，蟒蛇因他的到来而避走。法海来金山后，最大愿望是要修复金山寺，他曾染指一结以表决心，一天和僧众披荆斩棘到江边挖土，偶然挖出黄金若干亿，一亿为20两，就报告润州刺史李琦，李琦又上报宣宗皇帝，宣宗于是命他把黄金给法海做修复庙宇之用，并赐寺名为金山寺。金山最高处有一石柱凉亭，名流云亭，又名江天一览亭和吞海亭。亭中石碑是300多年前康熙陪同母亲来到处于大江之中的金山寺游览时留下的古迹。康熙登高远眺，只见大江东去，水天相衔，不由赞叹，成雄关也。遂奋笔手书江天一览4个大字。亭于康熙24年公元1685年重修，同治10年公元1871年复建。两江总督曾国藩将康熙所写的江天一览4字刻在石碑上，放置亭内。这里是领略金山风姿、俯瞰镇江全城美景的最佳观赏点之一。风亭在山的西侧金鳌岭上，古代因有7座小山突起，名七峰岭。相传南宋绍兴年间，抗金名将岳飞在北方指挥抗金，路过镇江时，曾在这里拜访金山寺道岳禅师。从金山寺下来，后面是观音广场，向东走有放生池，再到白龙洞前，首先看见的是白娘子和小青的汉白玉雕像，他们凝望远方，似乎在憧憬着美好生活。白龙洞洞里又有小洞，据说此洞直通杭州西湖，我没敢看这个小洞有多深，怕掉到西湖里去。河边就是御码头了，清康熙乾隆南巡时
先后几次来金山都由这里上岸。再往东走，可见一座玉碑亭。碑书书海是乾隆的手笔，这就标志着要到皇家的藏书楼文宗阁了。门厅内左右分立着乾隆御诗碑两座。金山文宗阁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肃阁、承德行宫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惠阁、杭州圣音寺的文澜阁，被世称为七阁，珍藏四库全书，先后共收藏书籍3461种。天下第一泉又名钟灵泉，此泉泉心原本在堰涛汹涌的江心，若无特殊方法极难得到泉水。陆游曾言：同平西极钟如水，不见茶山九十翁。后长江江道北移，钟灵泉泉眼到清朝末年已完全露出地面。后人围泉筑方池，池南建建亭，池北建有两层小楼，现被辟为茶室。此泉在唐代就已闻名于天下，是因唐代著名的品茶家陆羽在《评天下饮水》中把钟灵泉水列为第一。稍后又有一位品茶家刘伯厨在品尝了全国各地沏茶的水质后做了鉴定，认为扬子江中的南陵水为第一等，从此钟灵泉就被誉为天下第一泉。金山原是屹立在长江中的一个岛屿，号称江心一朵芙蓉。最早人们去金山要坐渡船，沧海桑田，江水的冲刷使金山北岸的瓜洲塌入长江，泥沙淤积把南岸与金山连成一片。现在金山与长江之间还隔了金山湖，湖中的沙洲起了耐人寻味的名字：情人桥、许仙堤、白娘子岛。焦山位于镇江市区北长江之中，海拔71米。因东汉末年焦光隐居山中而得名。焦山满山苍翠，碧波环抱，是长江中唯一四面环水的游览岛屿。上岸就是焦山胜境牌楼。背面的横额是汉晋遗风。过了牌坊是一座雕刻精致的青砖照壁，上刻禅语庄严国土。
寺院楼阁掩映于山林之中，故有焦山山果寺之说。定慧寺原名普济禅寺，始建于东汉兴平年间，距今1800多年。宋代改称普济禅院，元代改名焦山寺，后毁于火，明宣德年间重建。寺庙现仍保持明代的建筑风格。清代康熙南巡来游焦山时，将寺名改为定慧寺，沿用至今。山门后面的小河上并列三座石桥，很气派。左侧是定慧寺旧山门，旧山门即步波亭，是海不扬波亭的简称。旧山门很有古风，曾经是码头，如今已经不通行了。门边对联是长江有天堑，中国有圣人。定慧寺天王殿前是一座木结构的古式方亭，亭中竖立一块石碑，上面碑文是乾隆第一次南巡时作的《游焦山歌》，背面是乾隆第三次来焦山时作的由焦山作歌叠旧作韵。诗中乾隆将金山、焦山两处风景加以比较，认为就山水本色来说，焦山更胜金山一筹。熊宝殿内雕龙描凤的屋顶全部用木块拼合而成，图案美观，还有飞檐斗拱，艺术高妙，国内少见。康熙亲书的香林两字闪烁于烛光香雾之中。正中的释迦牟尼、迦摄、阿难像，慈悲庄严。两旁排列着几十尊新塑罗汉像。玲珑的长明灯高悬半空，紫铜炉里香烟缭绕，静谧肃穆。左侧是三照方，三照方后面是焦公纪念堂。定慧寺右侧不远是明山法师纪念堂，堂内供奉明山法师的坐姿铜像。明山法师是焦山定慧寺主持，当代著名高僧。文革以后的焦山寺庙破败，佛像被毁。明山法师被召回定慧寺后，便着手重建。经过他20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把一座破败不堪的古寺
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水平。很遗憾，焦山行宫正在施工，无法入内游览，据说现已改为佛学院。焦山碑林也叫宝墨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林内珍藏着历代碑刻400余方，数量之多仅次于古都西安碑林，为江南第一大碑林。其中被称为碑中之王的懿鹤鸣碑为稀世珍宝，是我国保存价值极高的二鸣之一，即南有镇江懿鹤鸣，北有洛阳石门鸣。相传懿鹤鸣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他平生极爱养鹤。一日他到焦山游览，带来两只仙鹤，却不幸夭折在焦山。王羲之十分悲伤，用黄绫裹了仙鹤，埋在焦山的后山，遂在山岩上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懿鹤鸣，以示悼念。因其书法妙绝，当即被镌刻在山西岩石上，后因岩石崩裂坠入江中，到清朝康熙51年（公元1712年），才由镇江知府陈鹏年派人从江中捞起5块原石，现仅存下86个字，其中不全的有9个，但仍可见字体潇洒苍劲，别具一格，书法价值极高，却为稀世。8个用石灰土夯实的炮堡呈扇形，面对着长江的入海口，这就是著名的焦山古炮台。整个炮台是暗堡式，整体都用三合土分层浇灌而成，坚固异常。抗战时炮台为日军摧毁，现存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我伫立于此，望着眼前那些用黄土、细沙、石灰和糯米汁层层夯筑起的炮堡，脑海中浮现出当年御敌鏖战的惨烈情景，不禁对这座土黄色墙垣肃然起敬。西江楼耸立在焦山东峰绝顶，游客登楼远眺，
大江南北旖旎风光，家畜妙景尽收眼底。耸立于焦山顶峰的万佛塔，因塔中供奉一万尊佛而得名，是一座明清式具有江南风格的仿古塔。七级八面，上有天宫，下有地宫，塔内设两套楼梯上下分流，外有栏杆相依，每层回廊四通，八面有景。夜间天空中放射出八束光柱，为过往船人指引迷津。前后大门两侧墙上嵌着海不扬波、中流砥柱八个苍劲有力的石刻大字，更加体现了万佛塔庄严挺拔的英姿。在焦山双峰之阴的别岭上，翠竹环抱之中，有一座别致的方形四合院，称别峰庵。别峰乃是指该岭有别于焦山山顶之主峰东峰和西峰之意。清代大书画家诗人郑板桥当年曾在这里读过书，别峰庵因此名闻遐迩。焦山多禅寺、精舍、亭台楼阁。郑板桥有诗云：静是焦山十五家，家家有竹有篱笆。三赵洞又名焦公洞。焦山原建有焦公祠，内有焦公塑像。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和尚兴尚将焦公像移至三赵洞中，焦公祠改为迦兰殿。现洞内焦光像是1979年八月塑成。相传东汉末年，名士焦光不愿做官，避乱于镇江，隐居在此。他学问高深，精通医术，经常在山上采药为周围渔民治病。汉献帝刘协闻其高明，曾三下诏书请焦光出山做官，他拒不应召，世称三诏不赴。后人为了纪念他，将此山改名为焦山。摩崖石刻在焦山西麓沿江一带，全为陡岩峭壁，其间有千百年来历代名人的诗人题刻，各种书法内容丰富。一到浮玉岩，便看到宋书法家赵孟奎所写的“浮玉”两个苍劲秀丽的大字。在他的左面是陆游与游人踏雪寻访易鹤鸣留下的题名石刻，最为引人注目。Thank you.
北固山，镇江三山名胜之一。远眺北固，横枕大江，石壁嵯峨，山势险固，因此得名北固山。固边墙上砌有很有气魄的“红开旧岭”四个大字，是米芾后裔明末四大书家之一的米万钟的手笔。
凌云亭又称寄江亭。相传刚武英豪貌美身贵的孙尚香被哥哥孙权当作棋子与刘备进行联姻，先随刘备去荆州，又被孙权骗回强行留住江东，后来孙刘联盟破裂，夷陵大战刘备兵败，尚香听到刘备病死在白帝城，悲痛欲绝，便登上此亭遥望西蜀祭拜之后投江自尽，故此亭又名寄江亭。阎郎过头头是道亭，就是新建的北固楼。登上北固楼远眺，莽莽大江气势磅礴，千百年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荟萃于此，或咏景寄情，或抒怀悲愤。李白、苏轼、米芾、陆游、辛弃疾等都在此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篇。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66岁时登上北固楼，眼望江北沦陷的大片河山，想到自己虽有抗敌报国之志，却无用武之地，屡遭排挤打击，禁不住满腔悲愤，触景生情，感慨细之，写下了名篇《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千古绝唱。从北固楼观景平台极目四望，大江东去，波涛不尽，东风入怀，诗意无限，山峦重叠，与碧空融为一体，令我久久不忍离去。甘露寺后面的多景楼面对大江，楼名取自唐李德裕诗句《多景悬窗有》。米芾所书《天下江山第一楼》的匾额高悬在楼额之上。宋元以来，历代多少文人名士、达官显贵在此诗酒唱和。多景楼又称春秋楼、香絮楼、梳妆楼，把它叫做香絮楼和梳妆楼，与刘备东吴招亲这个传说有关，也是孙刘联姻弄假成真，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典故的出处。狠石又名石羊，相传孙权曾骑在狠石背上和刘备共商破曹大计，定下了赤壁之战的妙计。走下多景楼，向下左拐就要到甘露寺了。顺山绕行过辕门，方寸之地的墙壁上镶嵌着很多乐石，
甘露禅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古刹之一。甘露寺高居峰巅，其建筑特点与金山、焦山不同，采用了以寺镇山的手法，形成了寺贯山的特色。相传甘露寺始建于东吴甘露年间，公元265至266年，据说寺额为张飞的亲笔。由于刘备招亲的种种传说，京剧甘露寺这一传统剧目深入民心。今天的北固山已成为到镇江旅游的朋友们不可不到的一个热门景点。来到曾做过东吴都城的镇江，登上北固山，拜访甘露寺，寻幽探古，乐此不疲。继续回返，再到清辉亭，从亭的南门出，是连接北固山前后峰的龙埂。这是一条山脊，先看到凝云亭，接着是中山纪念林。1928年8月，民国政府决定中国植树节改为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3月12日。大理石塔座三面镌刻着孙中山关于植树造林的遗训。顺龙埂下山，山脚下前行不远即见鲁肃墓。鲁肃是三国时期东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官拜横江将军。在东吴蜀国既结盟又对垒的错综复杂关系中，鲁肃扮演了一个温和派人物，他与诸葛亮惺惺相惜，始终与诸葛亮保持着一种私人友情，曾与诸葛亮促成孙刘同盟，赤壁一战击败曹操，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离鲁肃墓十来米远是东吴大将太史慈的墓。太史慈是孙权其兄孙策麾下一员骁将，孙策死后又协助孙权创立政权，立下了赫赫战功。孙权很会做人，始终视太史慈为兄长，对其恭敬有加。太史慈战死后，孙权将他葬在北固山下，以示幽抚。在凤凰池右边有两块平直一分为二的巨石，这就是事件石，又名恨石。石为两块，中间都有裂缝，平整如削。事件石还有一段孙权与刘备劈石的故事。其实事件石的形成来源于地质的演变。距今约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时代，因火山爆发，岩浆喷溢出地面而形成了火山岩。由于其质地坚硬且多裂缝，在经风化剥蚀成为现今的形状。这些石头并非什么钢刀利剑能劈开。千百年来满眼风光的镇江，迷醉了不胜枚举的历史名人。李白、孟浩然、张祜、王安石、苏轼、米芾、陆游、马可波罗等都曾在此驻足，
并留下了许多为后人传颂的千古诗篇。游历镇江三山后，似乎经历了三种感悟：金山是一种至真至纯的爱情，源于对自由的追求，忠贞不渝，属于儿女情长；北固山是一种至广至大的豪情，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志向与抱负，属于事业与奋斗；而焦山则是一种至高至远的无私，需要默默无闻、无怨无悔的奉献，属于百姓、民族与国家。